什么是统合分析？统合分析是结合多项研究资料的统计程式。当一项研究与另一项研究的治疗效果或效果大小一致时，可以使用统合分析来识别这种共同效果。当一项研究与另一项研究的效果有所不同时，可以使用统合分析来确定差异的原因。为什么要进行统合分析？关于介入措施的效用或假设的有效性的决定不能基于单一研究的结果，因为一项研究的结果通常会有所不同。相反，需要一种机制来综合跨研究的数据。叙述性评论已用于此目的，但叙述性评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的，不同的专家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当涉及的研究数量较多时，叙述性评论就会变得异常困难。相较之下，统合分析应用客观公式，就像将统计数据应用于一项研究中的数据一样，并且可以用于任意数量的研究。应用于基础研究中的统合分析，制药公司使用统合分析来获得新药的批准，监管机构有时要求将统合分析作为批准过程的一部分。医学、教育、心理学、刑事司法和许多其他领域的临床医生和应用研究人员使用统合分析来确定哪些介入措施有效，哪些介入措施效果最好。统合分析也广泛应用于基础研究，譬如评估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性别差异、金融和经济学、政治学、行销、生态学和遗传学等领域的证据。为什么要使用 CMA 软体？对于研究人员，该程式非常容易学习和使用，界面清晰直觉，互动式指南将引导您完成分析中的所有步骤。启动程式后几分钟内，您就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对于统计学家，该程式是与美国和英国统合分析领域的许多知名专家合作开发的。它包括一系列用于资料输入、分析和显示的复杂选项。对于学术导师，透过这个程式，分析的逻辑变得更生动。使用此程式来展示概念性问题，例如研究权重对综合效应的影响、一直性的影响以及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对于研究生，能在15分钟内执行基本分析，建立并绘出一个图表作为结果的框架，即可使用该程式来充分理解分析的逻辑。您的直觉，我们的软体。买正版软体找齐全企业有限公司，统一编号 28793967，所有产品皆享咨询、支援及保固，并可开立二联式或三联式发票。Cheer Chain Enterprise Company, Limited, distributes and sells software with the aim of offering clients guidance when choosing software, as well as technical support.